一彩色的圆仔，一粒一粒下落沙，搭配着木耳、桂圆、红枣汤，这边听讲吃起来真补的，很漂亮啊，很好看啊，想吃它。选用天然食材染色，亲像黄色是来自姜黄，圆仔甲煎开，内面的土豆啊非常的巴适，特别的是还有一粒韭菜型的圆仔，这边是蚵仔的口味。其实人他们不敢吃芋头嘛，那有些人会认为说，哎，吃芋头又感觉太单调，所以我们就加了一点点白豆沙，然后让它有不同的变化。那要吃咸的，这圆仔内底原来有包肉，来自南投玻璃的圆仔店，加30年的古早味带来台北。另外一间业者是用竹胎安尼伫咧摊圆仔，尤其这种芝麻心就要来回重复摊八遍，变作。圆圆圆的元宵，才会当下落沙。像讲这韭菜色的外皮下面包着在地北港九号土豆，吃起来是粒粒分明。另外一碗绿色外皮红色的鸭是满地豆沙。业者想讲现代人爱吃一个特别的，所以有创新个改良。所以磨粉跟元宵粉混合在一起做，吃起来比较软，可是又很 Q。传统的圆啊。就要用手来看看手，口感才会赞。啊，若是元宵，就要将内馅放入竹胎，慢慢啊，甲胎形状较袂完整，食起来就会真 Q。尽管功夫各有无同，毋过现代人啥物拢食啦，只要形状特殊，内馅好食就会当你。闽西新闻综合报道。